看一下这一题，好，这一题他说 CO2， 好 ，CO2， A 选项说可以写成 CO2 或 C2O4， 同学不可以，我们 CO2 二氧化碳只能写 CO2 而已，不能写 C2O4 或 C3O6 都不可以。那碳跟氧的比例是一比二，你要小心了，很多同学看到这一题马上就给他打勾就错了。好，他是说氧和碳是一比二，不对，是碳和氧是一比二，因为 CO2 嘛，一个碳，两个氧。好，那 C 选项它的描述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哈。C 选项他说，一摩尔的二氧化碳体积等于一摩尔的碳和两摩尔氧原子的体积总和。同学不可以这样说啦哈，因为这个根本是随便乱写的，没有人讲过说这样子是可以的。好，这个根本 C 选项它是乱写的哈，所以不要勾它。那 D 选项嘞，碳跟氧它的分子量是44，代表一摩尔44克，对不对？那它的原子量是12，氧是16。那碳的原子量12代表一摩尔12克，那氧它的原子量是16乘以2，对不对？所以代表它一摩尔是32克，一摩尔的碳是12克，一摩尔的 O2 是32克，所以加起来是它的分子量44克，可以吗？好，原子量分子量没有单位，但是我们通常会给它偷偷加个单位，叫做一摩尔多少克，可以吗？所以 D 选项才是对的。